就对这个，他不会像非典一样戛然而止，不会出现这个，他可能会到更长一点时间，这个长度呢，可能是1年，甚至也可能是2年，因为从现在看，这个世界这个很多国家还没到拐点，还继续在这个蔓延扩展之中，有些个国家呢，现在可能。还得这个没有把这个数据啊，没有把这个检查够充分，可能还有潜在的隐患，这种情况都出现。原来说天热以后会好一些，可能会好一些，但是不会停止。你像现在印尼呀、印度尼西亚、印度温度都挺高，可是现在也在发生。澳大利亚、新西兰，他们到了秋季，紧跟着是冬季，又是一个蔓延的季节。所以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停止，所以这个要做一个比较的长期的准备。我们说1年2年，所以有人就问什么时间摘口罩？我们说这口罩还得再戴一戴，有些个养成了好的习惯，是吧？这个少聚集，勤洗手，这个多通风。